我们来到一层，然后从这儿去33层，到这个 standard charter 扎打在这儿有。马尔纳贝海南烧深圳的位置是 level 33，哦，在这里，我们从这儿上去应该是 level 33。这从这儿直接上去啊？从这儿直接上？大修。这个转一下，我们的这间哦，这是咱们的这个酿酒的。Brewer at work, please take note and proceed with caution。好吧，这个目前他酿酒的状态是这样的。Stout, Indian Pale Ale IPA, 好吧。Blonde Lager。这是什么？这是 West Beer， West Beer。你好 ，Hello， West Beer。有定位，对，我的朋友，熊健，熊健，对，熊健，熊健。多少钱？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淡的开始。目前我们这儿有五种酒，然后第一个第一杯是淡的，我们先从这个拉格开始。拉格，来介绍一下这个酒吧 Level 33，在新加坡的金融中心。这个酒吧非常不错，因为它自己酿酒，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最高的酿酒的地方。然后呢，我点了一个算是开胃酒吧。说这个是它有酿五种，这种是这个这种是那个这是拉格，这小麦皮，这个是 porter 翻译成什么？不对，这不是 porter， 这是那个IPA 啊，艾尔，这是啊，艾尔，这个是 porter， 这是 stout， 就黑啤。porter 翻译成什么？不知道啊，好吧。porter 那不是这黑啤 ，stout 是黑啤。对 ，everything you know，yeah，one two three four five，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啊、，this is also okay，lager with beer and porter and stout， right？And stout, right? Okay. Yeah, see, that's why. You see, yeah, so I have everything from you, right? So,这个是小麦皮啊，我们已经把拉格喝完了，这是小麦皮 Level 33 Singapore 材料生产。客同志，先让我吃一个，我们就吃一个吧。好吗？不是最近接的，我买了。我们去年买的那个港酒，状态不好，现在感冒了哈，想吹个。小红书。